兄弟们，这次没上大拔，一来就是剧组的专车接送。于凤行，我看行。老样子，先进化妆间造个型。这到了现场，嫌我手白，要给我手涂黑。渴了，剧组还供有小咖啡，加满。真棒。看见面前桌椅摆放整齐，我懂了，我心里有数了。到点了，到饭点了。剧组绿豆汤，解暑神器，夏天剧组必备。兄弟们，干饭干饭。啊，爽！热凉面，就觉得这个没那个桶里的好吃。虽然都一样，就觉得那桶里更好吃。一口都没了，量太少，就跟去年那个《安德传》一样。不会是同一个导演组？应该不会。饭量太少了。差评，还差那么一点意思，差很大意思呢。Later， 兄弟们，是烟顶的第二份，真的，一份真不够。这个组虽然挺大的，但是咱秉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啊，这个组的伙食色香味不全啊，这是。兄弟们，今天是盒饭，今天不行啊，你放心，我看行。剧组那个冷的热的凉皮，热的热的，真的假的？我桶里的，桶里打的，冷的冷的，冷的，我操！我吃那个里面就是热的。兄弟们，从上午到现在啊，一直还没用到我们，一直都是待命的状态。你这武将还是文将？武的，武将。嗯，武将好，武将好。他那个是文的是吧？嗯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两种好，两边一站，一边闻一边捂。被窝放屁，能闻能捂。这个组织来一次，这不扯吗？刚刚你没看吗？没去过呀。他们以前去过，来不了了。嗯。我操！我以为你来了好多次呢。没有，今天第一次。说明于凤行还没来过的。对。听到就说。没来过的，你也第一次，他也第一次，对，第一次，哇，第一次，都是第一次，都是第一次，第二次都不让来，嗯，这么严吗？对，不存在穿衣，我也觉得不存在。你看那个，刚才与那个老哥闲聊那会儿，又到饭点了，好朴素的和尚呀。休息区还不能大声喧哗，因为对面就是现场。咋了？咋了？咋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咋了？卡壳了，收了没？嗯，属实是白嫖。说，我就发现一个事儿，最近剧组不是请我拍戏的，是请我来吃盒饭。虽然今天盒饭差点意思，但是今天这个超时还是很给力的，感谢感谢。这个超时瞬间让我明白了，盒饭好不是真的好，超时好才是真的好。